期待万民币关怀金贵心要你这期待万民币愿我心中妙地生这期待万民币愿我心中妙地生各位十方神之神，大家恭喜台湾平安，大家平安，世界真和平。今日是庚子年正月初三日，啊，大家开始回娘家。啊，拢已经回来啊！有诶，现在在娘家，一家一团圆，这上天、天空赐予咱诶平安，才有这个好诶日子。正月初三，啊，咱。等于娘家，啊兄弟啊的团圆，父母的团圆，这是一世人每一年上幸福的一天。相信你嘛有这个感受啊！啊，今年。庚子年，年运较好。啊，今年家家户户嘛怀着，即个迎接着新的快乐，甲平安大赚钱。尤其明仔起正正月初四，是接神的好日子。正月初四接神非常的重要，难免稀稀巴巴，咱用香香花果。啊，咱厝啊，方便的啊，饼、糖啊，啊用太极金36张，寿金1000，福金1000。双金1000，在彼时，某时咱就会使哩，透早起来接神。啊，咱接神的时，咱爱本着保持着感恩加个。祈福的心，爱供应着咱兜所拜的神，所供养的神，公共家中受我供养，啊，祈求咧，祝福，祈求天官祝福。然后等一支香过以后，寿金啊，咱开始发太极金，等等说金银财帛都总发啊，所以明仔起的接神啊，非常的重要。
我只简单甲各位讲起来做参考。咱今年的这个开始，正月初七，卯时、辛时、子时、午时，拢可以，拢真好。啊，所以咱今年的开始。啊！祝福各位啊，开市大吉大利！祝福各位开市大赚钱！啊，今日在南投县的南投市中心村呀，啊，有南投县政府啊举办到。灯会，新春灯会，迎富贵。今年是金气发财，必须顺利，金银财宝直直来。啊，欢迎各位耶！等下咱就来。啊，欣赏，咱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配合着县政府、南投县政府的邀请，啊，举办着这个灯会。这灯会的设计由咱的地主啊，延平法师。啊！叶千金、张婉玲，伊设计第一年的金鸡报喜，年年春；第二年啊，金猪发财；啊，第三年啊，咱今日呢，都是金鸡发财。啊！欢迎到各位，你若有闲，去南投中英新村，啊，去都有看啊。今年的灯会非常的殊胜，啊，今年的灯会意义真正深甲重大，啊，所以金气发财。好运年年来，金子发财，金榜题名。所以金子发财，金子金榜题名，这是让咱的祝福甲希望。啊，南投县政府。每一年的新春的这个灯会啊，啊，吸收到各界好朋友啊，来倒来南投的时，啊，大家有时间都来参观、来祈福，啊，直接欢迎。咱来欣赏啊，金喜发财，灯会祝福各位。禅机山维新圣教义要，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2020金鼠年南投灯会特别报道，遵循宗主稳元禅师开示。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规划院张苍明院长、元普法师、维新贤士邱慧平设计师引领工程人员与同修，在2019到2020年初
完成八卦上乘维新大道的整体建设。第一个上来到这一个维新广场呢，感觉非常的庄严，非常的美丽。主要的点呢，所有的这一个天王、提供还有我们的石头、我们的地面，还有我们的香炉，都是灰色的。那我们的宝盖呢？哦，马上就非常出色了，啊、哦！而且这个宝盖，你看设计的那么漂亮，这个宝盖是跟我们的九龙壁、九龙柱，还有王禅老祖圣座。都是同一个设计者，就是我们邱慧平邱设计师来负责设计的。义经大学在南投市，那么因为我们的各方面的配合，那么得到南投县政府呢，对我们这一个义经大学呢，慢慢的认识了。所以呢，南投县政府举办的灯会呢，他们第一次邀请我们参加。那个时候我们用的是我们的南天门作为我们的主题，之后呢反应非常好，所以说呢他们就每一年的灯会都邀请我们去参加。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用生肖来作为主题。那么今年呢，我们轮到什么呢？轮到老鼠，鼠年了，所以我们今年呢是用老鼠来作为我们的主题。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过年期间呢，傍晚的时候去参观美丽的灯会。大家可以白天的时候呢，来到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参观。双十交心灵太平，愿我为新竹现实一发修行，一教奉行，两岸和平，天下一家亲。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积极建设教育园地，而南投地方建设亦显著成长，人民有感。元旦刚过，即举行南投市139丙线道路工程通车典礼，林明真县长等嘉宾莅临剪彩。未来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以及邻近道路社区乡里的乡亲、公司、工厂以及好邻居们，因行车路线加倍顺畅，交通安全也更为提升，必定带动更蓬勃的区域发展。要来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呢，不管你是从这个南投交流道下来，或者是在前面的那个中心交流道下来以后呢，我们就是记住两个道路，一个叫做成功路，一个呢叫做仁和路，这两条路。那么到仁和路或者是成功路呢，你就是往上走，就是要爬坡的那一面呢，你就上来，然后一直上来以后就接到工业路。那接到工业路，从成功路接到工业路，仁和路接到工业路就左转，那么左转以后呢，绕道路就很大了，然后它有路标，啊，在中央分隔岛的上面呢有路标，有写义经大学，那就对了，右转上来就可以到义经大学来了。那么这一条路呢，就可以非常流畅的。那么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参观。而维新圣教义经大学
位在南投市南岗工业区文化路705巷667号。今天特别来为各位介绍啊，我们从2014年啊一开始就与南投县政府合作，受邀参与。那一年是我们全国的灯会在中心新村举办，那我们由师父指示呢，我们维新圣教育经大学，然后就推出我们现在前面这个南天门的作品，在当时在中教区作为牌楼，受到十方的瞩目，很多人都赞赏参加来看，以后非常高兴。那以后的这逐年呢，南投县政府的宗教科、宗教处的宗教科都，请我们一定要参与每一年，南投县政府所举办的灯会。啊，我希望呢，各位善心大德呢，你们来参加灯会之前，先进入我们维新圣教八卦圣城这个宗教圣地啊，来拜老祖，拜我们的祖师爷，然后晚上呢，再到南投县政府去参观我们今年所推出的金属花彩的灯，也一并参加南投县政府很多的灯会的作品。我希望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意，然后更丰硕的一年，祝各位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2020金属年南投灯会特别报道。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卧虎藏龙，人才辈出。历年花灯作品皆出自维新贤士张婉玲之手。毕业于英国 Chelsea 艺术与设计学院，主修室内与空间设计，目前是插画家、平面以及室内设计师。2009年参与国际比赛，以优异的书本雕刻创意荣获第二名佳绩。2019年10月26日至11月23日，完成 Travels of the Mind 双个展，成功圆满，获各界好评。今年度2020年的灯会作品是以日月星辰、地球以及七支金属为主体，展示在祖慈路的灯会入口金属福祥门。民众在入口处之外就能看见维新圣教义经大学作品，设计者张婉玲延续多年的概念，摆脱传统花灯既定形式，主要使用琉璃线条，并强调老鼠主体的肌理为原则，整体材料避免繁杂，保持单纯。金属本身在以周密的 LED 灯线井然有序的缠绕后，呈现细腻饱满的视觉，透着薄薄一层雾感光泽。夜晚是金色，代表喜气吉祥，白日阳光照耀下近乎银白色，另有一番情境。胡须透露着金属的情感思绪，晃动之间，金属们像是富有生命般，十分灵活讨喜。七只家属的表情动作皆不相同，靠近灯会入口的两只可以称作情侣金属、夫妻金属，或是友情长久的金属伙伴。其他金属有忙着吃着食物的，有的正欣赏大家忙碌拍摄的，各有肢体动作与表情，立马吸引群众的目光，大家忙着拿起手机、相机拍照留念。
出色的署灯作品也让民众好奇询问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的相关背景资讯，同时阅读四座刊板灯箱简介内容，进一步了解禅机山仙佛寺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维新圣教义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以及宗主混元禅师建构义经教育的创学宗旨。今年作品主要球体部分以8.8管径尺寸空心铁管，经由专业人员的测量、扫描、计算，拟定以1:20的比例制作出高度7.3米的圆形结构，3点支撑稳定平衡，在铺设土色地毯的地面，完全不使用其他固定钉之下，球体本身具有弹性，并兼具100%的安全性。它代表的是太阳，也同时是地球，结合月亮、星星以及倒挂着的金属，自在遨游浩瀚天际边，让大朋友小朋友都禁不住开心地在日月星辰地球之间游戏穿梭。维新圣教法宝丛书《风水宇宙观》由宗主混元禅师于乙亥年1995年著作完成，书中开示人在世间上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因为人的周围有花草木石、鸢飞软动之物，以及相互大调和的天上行星都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相互关爱调和，这是大地的慈悲，以及气的调和，以及气流之空气给予我们生命。所以人在世间应心存知恩、感恩、报恩，并且每个人应该勇于接受逆境磨练，在各种气的作用与移动互换调和之中，点滴累积真气，也就是累积出潜在的能量，即简称潜能，以为般若智慧。庚子鼠年南投灯会作品，谨遵宗主混元禅师开示，设计者张婉玲致力融合易经风水之元素与精神。在易经之中，每一个人降临世间的出生年月日时，即命卦，就与日月星辰拥有紧密直接的关联。庚子年有哪些命卦的人必须要安太岁、安元神灯、祈安值符，洽询维新圣教42处分寺道场，都能立刻为大家提供正确资讯。平安最重要，平安是最大的福气。还有日常生活中，根据节气栽种作物，从事生产用易占卦，时辰吉凶，以及有关于人的生死与婚姻大事之择日，和日月星辰都有关系。宗主混元禅师的开示告诉我们，易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也勉励大家，易经是大学，大学在易经，唯有大家学易经，才能知一切法而不被一切法所缚。家庭、事业、社会、国家与世界，才能迈向坦途，真正和平。宗教视角诠释，光是希望，光是温暖，勉励众人在每一场灯会当中及时领悟，生命永远有光亮，生命永远有希望。欢迎
收看维新天下事2020年南投灯会特别报道。接下来继续关注南投灯会在1月18日晚间7点钟正式开幕的活动现场。
在呢，所有现场的嘉宾好朋友，请用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关公大县林明真林县长来，欢迎大家，欢迎县长，县长好，欢迎县长为我们致欢迎词。大家晚安，大家好，好，高兴吗？高兴，高兴了，一定是高兴了。灯会布置这么漂亮哦，今天呢、啊，非常感谢各位啊，大家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啊2020年的这个南投灯会的点灯。今天非常高兴哦，我们啊一人一度的灯会啊，啊今天呢、啊、要点灯哈、哦，启用啊，啊我非常感谢哦，我们所有赞助单位哈、哦。第二就在那侯光山啦、啊、哈，我们那个义经大学啦、啊、哈，我们的宗教、啊、都来给我们啊参与哈、啊，还有啊，我们最感激的啊，就是我们企业界的那南竿工业区啊，作为人家企业界哈、啊，大家拢有赚到钱啊，拢也要回馈哈、啊、咱在地的哈、啊，啊，管地方真感谢哈、啊，尤其啊今年啊，今年哦、啊，哎，咱的企业界的那南竿工业区啊。哦，给咱赞助哦，要将近1000万哦，哦，这是历年奖金啦，哦，过去也拢几百万呢哦，哦，今年也要将近1000万了，所以你讲今年做了较水无，有无？恁两个看哦，知影讲哦，哦，今年啊，咱企业界赞助愈多哦，咱的付出的内容哦，愈更加丰富哦，哦，甲今年拢无同款哦，所以明年啊，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啊。你看到我们今年的灯光灯会哈、哦，跟去年都不一样。今年呐、啊，我们都是哈、哦、传统的哈、哦、灯会啊就比较少，都是用光环境啊来创造哦啊，尤其啊我们这个花海啊，但花海来电脑布置啊灯光花的灯光哦啊晚上啊也可以去看到、哦、我们的花卉啊，看那些花的灯光，马龙接水也接好看啊。今年哦那个。我们的水舞啊，哦，水舞哦，比去年呐、啊，更加壮丽，更加好看。我们都不惜重资啦，因为我们厂商赞助的很多啊，这个都可以多花一点没有关系哈、哦。啊，把节目内容啊做得更好。啊，今天非常感谢各位哈、哦，啊，县长啊就支持到这边哈、哦，啊，希望啊大家哈、哦、继续来我们县政府鼓励啦哈。哦哎，希望啊，多多介绍朋友到南投县来旅游哈、哦。谢谢各位啊、哦，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啊鼠年，我大概鼠钱数不完，好不好？好，哦，好，谢谢。我们良辰吉时，我们要在县长的主持之下呢，我们从倒数一起来点亮南投的主灯，旋转乾坤，5、4、3、2、1，请点亮。2020南投灯会旋转乾坤，哇哦！我们看到了，这是主灯，它呢在底座的部分金币的样式。我们的南投灯会有艺术花灯、璀璨灯景、幻彩水舞、雕塑展览、光之花海五大主题。欢迎收看维新天下事2020年南投灯会特别报道。经过详细规划，县府提供民众下载 APP， 领取可爱的鼠年特色小提灯，另有别往年，规划出许多新创意。今年灯会主灯主题为旋转乾坤，以具现代感的潮流鼠为设计概念。内部发光之外，外部亦架设高科技投光灯，结合多回线路律动设计，并能360度旋转，呼应扭转乾坤的作品寓意。开幕式中点亮主灯，气势恢宏。随后由35架无人机展现烟火秀，形成水陆空三区并进的灯会动态。
南投灯会扭转乾坤主灯之外，另设有一座副灯，为2014年台湾灯会的主灯龙驹腾耀，代表今年度奔向富饶的主要精神。灯区的规划上则推出15个主题区域，包括宗教类齐心动愿灯区、原住民寻奇乐园灯区、文后山城灯区、光之庭园灯区、富贵前属灯区等多元展出。外场同时包括每天下午4:45开始，持续到晚间9:45的光耀99水舞灯秀，也可顺着河堤美食区前进，与家人、好友、伴侣漫步在横跨猫罗溪两岸的情人桥。而灯会内场在南投会展中心一楼，则有重量级的雕塑大展，邀请在地艺术家以山溪为主题，展现天雕、陶艺雕塑、铜雕、铁雕、木雕、石雕、泥塑、竹雕以及多媒材组合作品。其中张淑瑜之看云，任从小雪到冬至，心灵佳作。陈培泽先生亦有苍穹之门、玄鸟、乾坤日月长七盆之意涵作品呈现。其中水里蛇窑掌门人林国龙先生亦曾受维新电视节目拍摄专访。本雕塑展展出时间同样到2月9日为止，欢迎大家参与这项视觉艺术飨宴。
Thank you.
感谢各位收看《维新天下事》2020年南投灯会特别报道，祝福大家金属好运来，平安发大财，天公出巡，护佑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